来，老铁们，爆个花生。哎呦，八级666，上方关注点一下啊。老铁们好，透明鳞片切断前面那个小草。再来一下啊。兄弟们好，刚住啊，通过这个管道灭了这个蜡烛。双击666，没毛病，老铁。我们的瞄点啊，后手定位的颧骨或者皮筋定位的颧骨，用这个撑头上下看成一条线，这样对准目标，可以。